阿叔，你是有啥物计划啊？那商誉总会的会长要改选对无？啊，你对这商誉吼足内行的啊，啊，你要出来选？一平伊要选，那是咱皮家的地盘。你今有啥物想法？你得马上就知我要竞选，我一定选。万一上总会长做大阿叔，一步一步选起，我保证，我要让你一世人无得翻身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个拜喽，暗时对点，天之娇女。隐藏着黑暗力量的钥匙啊！请在我面前展现你真正的力量，解除封印。你不是跟你阿妈在聊过心话？你哪会知影这部卡通啊？啊，竟然白铜拢有法度制作出来啊！那安尼该有动的嘛会当做出来。阿妈，你看在美波妈妈的面子上，莫阁讲啊！嘴上讲拢无效啊！我的手是安怎？海生，你的手是安怎？你商誉总会的会长要改选对无？啊，你要出来选无？是啊。陈中华要挺张家良，你爱赶紧想办法阻挡陈中华，卖甲平家的势力吼，拢丢去予张家良。曾彦爸讲过，这卡手机对伊来讲足重要的，代表你对伊的肯定。伊只是咧用家己的方式去予梁静川讨回公道，伊总有一天一定会回来的。你若要回来，不管是哪会当回来，是安怎会等到有一天？陈中华，竟然敢反叛平家，还是旗县的人吼，我无可能甲斗三公啊！你不是就讨厌彭启明的？你难道不爱讲话啊？你是讲耍的啦！我一定算，万一上总会长做大家长，一步一步算起来，我会继续加政治路，我给你劈开势力，鬼王旁照，我要让你一世人无得翻身。